战神4上 PC 了，很多有 GPD 的玩家已经玩上了。有些朋友反映游戏进程到这里后就会卡住，解决办法有两个，一种就是调到高画质，另一种就是下面这种骚操作。走到这里时将视角移向右侧，然后倒退走路到关卡那里，游戏就会正常进入下个流程了。不过怪物的贴图是丢失的。下面我们看看调到高画质，调到高画质之后直接走过来就可以，而且怪物贴图也正常，但是高画质下帧数略低，粗略分析就是英特尔显卡驱动不完善，导致贴图丢失影响程序进程，所以想在 GPD Win 3上完美完战神4，只能期待 R3 更新驱动解决了。资质我不怀疑，资质我不怀疑啊。